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那么这一集呢，我们想跟各位谈到谈判的筹码。呃，我在很多场合常,常常告诉同学，谈判是赤裸裸的权力游戏，因为它是权力游戏，它不是耍嘴皮子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谈判啊，我会点话术就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话术只是周边的。 重要就是谈判的本质是权利，谈判的本质是权利。所以常有人跟我讲说，老师我讲话结结巴巴的，谈判，我说你结结巴巴没办法把意见表达清楚，但你优点，你一定是最好的听众，你绝对不会抢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他本身他是谁有求于谁嘛，他是权利游戏。好，我怎么找我的筹码？第一个筹码我们要找的是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人家要。 我有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？你要去想，那这个东西可能很多，可能是抽象的，可能是具象的，可能是我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的，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呃行为是他要的，我有什么信息是他要的，我有什么渠道是他要的，我有什么专业是他要的，对不对？你你你要去想，像比如说以前我跟一个外商公司上课，我就问的外商的采购经理，我说你跟人家谈判，你的价格很好吗？不好。 啊，你的你的那个付款方式很好吗？不好。那你价格也不好，付款方式也不好。那、啊、你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谈呢？你的筹码是什么呢？我说，哎，就我们公司的名字。他作为我公司的供应商，他跟别人谈判的立场整个抬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公司的名字就是我拥有他所想要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，呃，大的公司，那小的呢？也许你是一个呃小公司，可是呢，小公司你有什么东西人家要？ 对不对？大公司也许比较笨呢、啊，它是大船出海不好转弯呢、啊。我小公司我可以接小单呢、啊，我有弹性啊，好东西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是你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的？他要相信你有这个东西。那有人讲老师，那我有的东西人家怎么不相信呢？对你有东西人家相信。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，你有这个敬业的精神，他想要那是用讲的吗？不是吧？那要花时间呢、啊。 所以我有什么能力，他要的，有的时候要花时间让他相信，他要，要他相信我有，对我有东西，他相信我有，然后呢，我就要想啊，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变成有用呢？那就是他要想要，想要，想要，那就抓到他所有东西时机。你今天他可能不要，明天可能要，所以我们谈判的时候要等。 等到时机成熟，他想要的时候，那个当口，我把这张牌打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拥有人家想要的东西，它是个动态的概念啊，它不是静态去找找看我有什么他要的，不是、啊、要不要会变，他要相信你有，然后我就看看我有什么东西他要的。你顺着逻辑想，你不像很多有什么你一定能找到。不同世代他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。 抓住世代的不同、时机的不同，然后找出来你的筹码，这是第一个大的筹码。回来想想看。